考证好厉害。苏苏，离我远一点啊！苏苏秃鹫啊！苏苏秃鹫啊！嘎了他，嘎了他！苏苏秃鹫啊！苏秃鹫，苏秃鹫！要不要先换个？啊！别啊，仙姐，怎么什么情况？很可怕呀！苏苏秃鹫！你跟你秃鹫吗？跟走，跟走啊！右边打牌了。好嘛，我亲眼看见，拉奇直接把布布给吃了啊！拉奇在我这边为鹈鹕牌，好吧？然后的话，十八 Z， 我报警报的是十八 Z 嘛，然后是那个大毛这边刀的，好吧？大毛，你这边说一下你为什么要刀十八 Z 吧，好吧？反正现在好人刀有那么多吧，对吧？刺客也不好猜，你看一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刀？你盘一下为什么要刀他？啊，反正拉奇这边肯定是铁蹄壶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OK， 我开局跟那个谁来着，跟耗子真心换真心了。然后我们上面路过秀才哥，我们三个一起从右边通讯间往左边娱乐室走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只十八 Z， 他从那里面出来不说话，走到储物间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他说什么什么。是鹈鹕跟他说起来，然后我追着他，我把他刀了，路上还遇到了两三个人。如果我是一个狼的情况下，我敢这么追着人刀吗？肯定不敢。所以说，西恩发言，我是追着那个苏苏小狼狗，苏苏是个那个秃鹫，先不用管，这把先出王拉狙过。OK， 王爷这个发言很好，对吧？他点了一狼。哦，不对，他点了一个刀，然后点了个鹈鹕，对不对？他报警位，那么在我这里可以铁保一手猪猪跟秀才哥，猪猪跟秀才哥王爷，拉狙是鹈鹕，那么三狼在恩姐、珍珠奶茶、耗子跟苏苏里面，他们四个人里面开三狼。目前恩姐这个发言的话稍微滑啊，恩姐因为暂时打进狼坑位，后面的三个人我没有听发言。那么这把投谁呢？我觉得不能投拉奇。得投狼人，但至于投谁，我听猪猪归票过。好，这里是秀才发言。我在饭堂开局的时候，我是在通讯间，然后哎，不是应该桥梁，我从桥梁往出走，然后是王大谋和谁在通讯间对审分，我也不听他们聊，反正我就记着一个名，我记着王大谋。谢谢君君开通的五个月钻石粉丝，谢谢君君波波。然后我就站在这个娱乐室乐字这个地方，那么然后太一和猪猪就来了，他们俩就是保持距离，我们仨以三角之势站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三个是可铁定不开刀的，那就听他们怎么聊，好吧？我拿句发言，我这把出生跟珍珠奶茶一起。然后我跟他一起走到饭堂底下这个储物间的时候，一大堆人跟我们擦肩而过。说实话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有谁吃人或者是怎么样的动作。但是王爷他说我吃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卡了，还是说他自己就是那个鹈鹕在里头混吃了一个，随便打了一手，打了我。然后刚刚顺出说要出我的有西恩跟太医，啊，我跟你们不同方向走。那我在这能认的就是珍珠奶茶这张牌，因为如果那大队里头有他的队友，那他应该会反方向走，但他没有，他毅然决然的走到了饭堂。那我能保的是谁？珍珠奶茶。要打的是谁？西恩太医可能也是狼，这个王爷应该自己就是个鹈鹕，出谁都行，过。出西恩，我就帮你们点西恩；不出西恩，我就要吃西餐。我不管，这西恩追了我半条街，从娱乐室追到了孵化室，我全过。耗子发言，我和王大谋在通讯间复活，真心换真心，换了真心。秀才哥确实是在桥梁，如果太医、秀才哥、西恩姐三个人能保的话，那么在我们不太医、猪猪和西恩姐，哎，等一下，哦，太医、猪猪、秀才哥三个人能保对吧？西恩姐是追苏苏的一张牌。那么我的心情是个好，那么王爷他报警位踩这个人也能踩出好的话。因为王大谋是啥？王大谋是这一时子走的，他把十八 Z 到了，
十八队一句话不说，从我们俩身边路过，然后他追上去把十八队刀了，也不跑，就在那站着。王爷跑过去报的警，而且王爷跑过去边说拉狙刺人了什么的。那么那王大谋被拆了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十八队刀错了嘛。十八队刀错了，然后狼猜的正义使者嘛。如果我要投的话，我可能要投珍珠奶茶了。我说实话，只有他这个点了，我没别的点了，过。耗子仙应该是双狼，那要不点仙吧，因为太医不是说就是前置位仙听起来略滑吗？然后苏苏是秃鹫啊，如果不出仙的话，苏苏应该就不会点票。他说如果出仙他就点票，那就出仙呗。王拉居，你是鹈鹕就站起来打，说我就是鹈鹕，出我就输了，对吧？就不用狡辩，出仙过。王拉居，一个你们认定的鹈鹕追着我好人，我往饭堂走还能点到我？耗子，你欺负老实人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追着秃鹫我还能坏啊？我追着秃鹫我能坏啊？猪猪，我要吃西餐，你们谁没点？我要吃西餐。不养。猪猪铁坏，猪猪。猪猪铁坏，你归票是对的，我认你。小心王拉奇，小心王拉奇。王拉奇是鹈鹕。要吃西餐，我要吃西餐。你吃个鸡儿，你吃。吃啥？你吃。我报警，我报警的时候，旁边两个那个两个姐姐啊，一个说吃啥你吃，还有一个珍珠奶茶吃啥你吃。两个姐姐那个双狼双刀啊，我说了上把出仙没出出去，估计跟我们好人没什么关系，那你们玩去吧，那我这票继续点仙了，过。举一手举一手举那个王拉居，举一手举一手过。我说了我只需要略微出手就已知这个分段的极限了，记得吗？我还是这句话，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，有本事狙我呀，有本事狙我。死者王拉奇请留遗言。狙我的是狗。不行，我待会儿要。不行，我要开刀先算了。不行，我要开刀先。姐，你倒是刀一个给我吃一口啊！你还要出我呀？你吃屎吧！我跟你说，故意的呀！我也是脾气好，我不然第一名给你狙了。不是，我故意的呀，不然我那我咋办？就很棒。